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念啊，我哋今次要做乜嘢咧？咁咧，我哋就主线咧已经打到去呢个第三章维洛圣城嘅第六嘅六啦，魔神之手。咁咧我就试打咗几次咧，都系卡关啦，因为美王系水波士大过十金宝盾啦，咁我用火队咧就好容易 GG 嘅。咁咧就请教过史莱姆啦，佢就其实佢都未打到嘅，不过佢就俾咗一个提议，我就系可以试下用木元素神嘅好友啊。咁点解呢？就是、因为我哋睇下火元素神对掌技，就系、是、出现嘅木会变火啦。咁即系自己黑嗰只属性咧，就会变做自己属性嘅猪嘅。咁人哋木嘅话，就即系会水变做木啦。咁同埋咧，佢亦都有讲到就系、是、对掌技咁样先有次序系点计嘅咧？就系、是、先发动人哋嗰只，再发动我哋嗰只。咁嘅话咧，就会首先会将所有水变晒做木啦，跟住再所有木变晒做火，咁就应该会有大量嘅火珠。同埋祖木元素神最大嘅重点系咩咧？就系俾佢摆中间咧，等佢用嚟撑王嘅攻击啊。咁我哋咧就其实咧需要偏一偏个位嘅，费事中途换咁多。咁我哋火神直接摆最上啦，跟住咧咁样摆伊米路摆中间，然之后咧咁就木神换落去中间，咁就好啦。就应该最 OK 嘅。好，咁我哋即刻嚟挑战一下。咁我啱啱就即刻加咗啲木元素神嘅好友啦，咁就即刻加咗两只。咁就呢一只啦，当然系大家见到啦，14咧，仲要突破一喎，犀利喎。其实而家唔系咁多人有突破到啊。好啦，就呢隻，咁我哋准备开始啦。咁一阵咧，我可能就会少啲讲嘢，因为要好专注咁去打。Let's battle。哇，真系黐线噶喎，啲猪嘅数量劲多啊，全部都火猪嚟噶。哇，咁样。其实我觉得咁样仲劲过双火神，完全系屈机噶喎，咁样做法。咁我净系不停咁用火珠就得啦。黐线，劲屈机真系。喂，冇啦，蚀得一粒都冇，已经冇时间，已经死咗啦啲敌人，黐线啦。蠢 ，OK， 蠢一下先，跟住再嚟全体。哇，其实双火神唔劲喎，真系。咁样相对掌法劲好多喎，我觉得。好，再嚟，全体，即刻救嗰两只啊！好，嚟到 wave 四啦，已经。哇、哦！即刻再嚟多一次，再嚟一次。退，讲一下先。OK， 杀咗，杀咗，杀咗。好，咁嚟到美王啦。首先咧放盾先，中间。好，换木元素神出嚟，跟住咧我哋继续调皮啦。好，撑住先，撑住先。咁中间嗰只应该就有牌都唔会死噶啦。跟住咧，我哋一直咁连 combo 落去，打佢，打佢，打佢，喂喂，打佢，打佢，打佢，好，跟住继续连，继续连，继续连，哎呀，冇连到添，咁就要十 combo 先打得入，所以咧，我哋最好等所有猪都孤单完先。跟住帮佢回一回，等下孤单先。好，咁样打佢一下先。哇，断佢技，一定要断佢技。佢准备开大技咯，啱啱。喂，打唔到佢。哦。换出嚟，换出嚟，五分步啱啱打佢。好，继续。再嚟火琴步，火琴步，14、15、17 ，OK， 喂，争啲，争啲，争啲，佢就死啦，其实都，我其实都唔系几 OK 喎，喂，死啦，死啦，死啦，死，就死啦，就死啦，
佢打佢打佢。哎，换错。廿隻 combo，OK，、okay， 哇，廿二杀咗啦，杀咗啦，杀咗啦。好，咁咧，其实我系咁嘅，我以后应该暂时都唔会再用大家嘅火神队长啦。史莱姆，拜拜，我唔会再用你只火神噶。用木嘅其实劲好多咯，因为一路清小怪咧，大量嘅火珠咧系完全靠火主角嘅全体攻击去扫落去噶，完全系 OP 噶。耶、yeah， 开启这个兽族部落了。那我们就终于主线继续可以冲到下去了。去到这个是了兽族部落。那我们之后我再继续打啦，可能他会不会直播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影片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如果大家鍾意就按个 like 啦。咁如果仲想见到更加多同类型嘅影片嘅话呢，就记住订阅我啦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